大家好，我是马努，印度人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尼斯，印度人。我跟马尼斯呢，在泰国的曼谷，曼谷这边有珠宝站，7号到11号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现在呢，大部分就是泰国、印度、斯里兰卡，还有那个波兰那边的国家的人，我看到的参展的人比较多。这边有很多宝石的，有祖母绿、红宝、蓝宝，有唐山、超帕，还有欧布都有。我们要看什么都可以啊，这边就是有批发的，也有零售的，就价格不一样。这些就是超帕、蓝超帕。这边还有那个珍珠啊，有很多珍珠在这边。这边还有很多柱子。很多种的，有祖母绿、红宝、蓝宝，还有小的那个 citrine、amethyst、唐山，有 sapphire， 有 topaz， 还有看一下这个我很喜欢这个，看一下吗你？这个，他们做的这个是很好的，珍珠加钻石，还有祖母绿、红宝、蓝宝都有的，他们设计款也很好看。这边我们都有祖母绿的柱子，一点地方，这是坦山、奥博、红宝、祖母绿，那这个是彩色的蓝宝，还有红宝里面。有便宜的，这些是便宜的，也有贵的，全是批发的。也有很多种的 size， 细的、厚的、胖的、瘦的都有。一模一样的，这个是钻石，黄金的，这是黄金的。这边也有很多机器嘛。有，这个是意大利来的，这边。这是意大利来的，这边就是那边意大利。还有这边就是 polish， 还有这个 polish 的切光好了以后，还有弄 clean。这边就是大部分就是中国来的这些，因为我中国那边都看过了，就是我们。这个就是那个 carving 的雕刻的模型，那边那个人在雕刻。我给你们看吧。来，这个是抛光的，这个是抛光的。这边就是你能看到吗？雕刻的。这个老阿姨的雕刻，这里面看不到啊。她在雕花花的。这些大部分这些模型呢，就是中国这边来的，大部分也有意大利、中国、Germany， 有啊，也泰国的也有。不过里面的小的那个，看到吗？这个是中国的。来，努力，一起来吧。这里有很多个模型，我给很多吧。这些是便宜的祖母绿啊，赞比亚的，还有这个就是白欧波，埃托比亚的欧波，这边就是碧玺，这个就是海蓝宝，还有这个是瑞士蓝，这个是渐进石，好看的渐进石啊，33.12克拉的，撒哈拉，这个渐进石，看到吗？好看，颜色就很好了。这是全是 supply， 这边都是彩色的蓝宝，你们看一下这边，彩色蓝宝、尖晶石，还有那个红宝，无烧的红宝啊，看一下，全部都是彩色蓝宝，这个就是粉的蓝宝石，粉蓝宝，还有这边。这边是彩色蓝宝、粉蓝宝，还有这个也是蓝宝，全是蓝宝石。现在呢，已经下班了，这边马上就开始下班了。
你们看一下这边有很多摩根呢，大大的小小的都是摩根，这个是西瓜碧玺，这个是雕刻的碧玺，这边就是海蓝宝石，海蓝宝石这么多海蓝宝石，还有这边就是长山，小的大的好的都有哎，你们看一下很大大的长山石，来，这边就是祖母绿，这边是白萝卜。祖母绿有很多种的，一包一包的这样子。这是盘塔的，有雕的那个。这边是印度的人比较多嘛，因为是印度这边300多年的历史啊，宝石的切工这些比较多。还有那边 human knowledge 就是 human 那个 skills 也是很多的，才印度就是。价格这个就是便宜的，是90%的那个 colored stone 就是印度这边提供的，专还是 made in India 嘛。你们一定要来看看我们的直播，我们每天都直播的，就是宝石珠宝啊。我们杭州那边也有实体店啊。今天就说到这啊，拜拜，关注我，我是蛮印度人。